们都傻傻在爱上只懂爱自己的人，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威璇。刚才你们听到的这些作品呢，都有一个共通点，这个共同点呢，就是都在电视剧里面被听见。如果你的歌曲也希望能够在电视剧里面被听见的话，一定要参加我们的创作比赛，因为冠军的歌曲将会成为 TVBS 电视剧的插曲，你的创作会被听见，赶快来报名。就是幸福的梦。